水性是一，水各异，法性如是无差别。这边的水性是用打水，然后是，也就是水的本质都是一样的，却得到不同的名称。所以各异的话，我们打不同不一样。法性如是，我们打佛法是。是怎么样？无差别，也就代表一样。所以双手食指、大拇指往下一捏，代表一样，没有什么不同。水虽不同，俱能洗，洗净烦恼，涤习气。这边的水虽然，我们右手四指横的往左一画，代表虽然的那四横，虽然的虽不同，一样打不一样。俱能洗，同样都有洗净的功效功能。洗净烦恼一样比洗烦恼一下，涤习气也就是洗涤我们的本性。右手食指在左手手背画两下，因为我们本性沾染了无名厚重的习气，所以我们要去洗涤它。佛转法轮，四真谛，诸法本来是空寂。这边的佛转法轮，我们打佛陀在教导众生，所以左手代表一个人，我们在教他。然后法轮比法，四真谛，谛一样是比法，用道理来取代。诸法本来是空寂，我们打所有的法本来。本来的本，我们两手食指大拇指从肩膀这地方往前一拉一捏，代表本来的本。空寂，我们就比空